老花一美的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。咦，这个称呼别致哈，叶片局部破洞开裂，这两天太冷看起来没虫，红毫菊是不是很费水？这很正常，它就这样的叶子啊，它就长得就这个样，什么叫叶片开裂，那它就这样锯齿状，这种不规则图形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另外呢，光照给足啊，它喝水你就给上就行了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就跟您说的那稍微蔫了赶紧浇水，就管它喝多少呢，跟人喝水不一样吗？有的人他就喜欢喝的水比较多，有的人喝的水比较少，那大家都是人，他为啥有区别？这是另类化，好吗？嗯，那是那个没事啊哈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然后你稍微的就是说及时一点，不要等它太蔫了再浇水，就是有时候过度缺水它会影响发育，是吧？没啥事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正常的用肥，正常的浇水，正常的养护，你现在你这个环境没问题，现在就是水肥得当，它以后会给你很大的回报。臭宝，老花叶再请教一个开花结果的问题，上半年买的复贵纸没开过花结果，室内光照很 OK。 那像富贵纸这个呢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开花，它这个呢不需要强光的一个暴晒，您室内的光照看着也是蛮 OK 的。现在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正常的一个养护，等到开花之后呢，您可以用毛笔之类的东西呢要给它授粉的，不授粉它是不结种的。另外的话肥料这一块也要适当的用一下，我看您那个花盆呢稍微略微有些偏大，您现在可以把表面的土去出来一部分啊，就是说挖出来一些土，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位置，不要太深啊。这个以，然后呢，适当的加一些肥料，你像花多多二号这种啊，或者说观花型的营养液都可以去用一些，好吧？现在就是等它开花了，一般的话就是在明年开花啊，明年开花结果了，今年是够呛了，好吧，臭宝？啊，从买回来以后一直没开过花，还不到时间啊，臭宝，慢慢来吧。说老花叶啊，这个绣球去年水手插的，环境太好，一年长这么点儿。这个白色的是病毒害吗？这个白色的这个问题不大哈，这个问题不大。然后呢，您叶片上有些白，那是水质，像这个枝干底部有些白呢，这个可能是时间长了浇水啊，是吧？由于缺光了，它树皮上面有一些个水碱啊。我看您那边是不是水碱性太大了呀？啊，这个问题不大啊。另外的话，就是正常的一些养护就好了，有反肥水的话可以用一些，它调节土壤酸碱度。如果说没有的话呢，就是每个月来一次柠檬酸加硫酸亚铁的那种组合，反肥水比较佳啊，比较好。哇，正常养护想的蛮好的，没事，慢慢来吧，就水碱大点的事。对，老板你好，我双十二买的日本大叶伞，感觉下边涂了，发的新叶也耷了着，这个问题不大啊，看着这个没什么事啊。你这样给我看的话，我是看不出来什么。你像我们旧的那棵日本大叶伞，你看到过吗？就是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了。主要还是咱们家里边的一个气候啊、光照跟温度，它不需要很强的强光暴晒，但是呢，光照要给一些，空气湿度越大越好，越温暖越好，但是不要燥热的那种。哎，它就长得很好了，适当的用点肥料，它很难吗？是吧？现在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，您家里面可能比较干，它叶片不敢长得很大。然后呢，就开始那种稍微大了点，是吧？基本上一猜都猜个差不多了。你好，老花叶，麻烦给改桂花叶子，怎么怎么的？水刚浇过，坐标清早，给足太阳，给足太阳。像大家伙养这种嫁接的一个桂花哈，您这个浇水这一块也得稍微拿捏。我看你经常松土是吧？用的是泥土，你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啊，露出来表面根系啊，适当的用点肥料啊，多给足光照。像这种叶子出现这种，它都是缺素的一些表现，缺乏微量元素。缺肥啊，说白了就是，您可能是不怎么用肥啊。我推荐的话，花多多系列的比较便宜，您也可以用好一点的，像反肥水啊，是吧？等等一系列的啊，这正常养护就行了，没什么大事。老王你好，帮我看看买的海棠有点一言难尽，水大、缺光、通风差，没别事。现在我看了一下，很多的花友对于咱们那个浇水啊，跟那个就是养花的一些基础要素还是不太理解。说白了呢，还是光水土气肥。光照这一块呢，人能承受它就能承受，浇水跟人喝水一个道理，渴了就喝，不渴不喝，是吧？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大家用土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。我做买几十分钟跟大家说，你埋那么深干什么？它根系是往下生长的，你把表面土挖出来，是吧？土的话尽量的选择沙瓤的或者是松软的，让根系长得更哇塞，花盆尽量的排水透气。那气温这一块的话，只要是人能承受度，一般都是515，不低于5度，它基本上不冻死。15度以下，大部分植物是限度休眠。你要15度，你看我这个二棚里面就很潮湿。像这种空气湿度很潮湿的话，植物长得会更棒一些，明白了吗？最后一点是肥料，
人一天三到四顿，植物是一个月三到四顿。你别觉得一个月没施肥感觉挺好的，跟人一天没吃饭一样，哎，不显得咋回事？坏是那个道理，好吧？好了，老黑一美丽达今天到这儿，学不错记得点个赞，其他养护理四分享留言，四老黑一养活最能一，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